发射，发射，解放，我开枪，发射！你拿枪！派武警去干嘛？不靠前，不靠前，再回去。好，今天29号凌晨3点左右，我们接获报案，在我们的辖区的自强三路某知名的酒店里面，外那个走廊上发生炸电。那我们警组接获报案之后，马上赶赴现场。那眼见三位滋事者手持球棒走出来，那我们远警啊马上要盘查身份，他是对方拒绝盘查，然后我们远警啊见歹徒的气焰非常嚣张，马上对空鸣枪，并喷辣椒水哦，全部把他压制，那带回派出所来调查。我们现场的带回3名，分别是苏姓、陈姓及李姓的滋事者。据调查啊，因为他们在今天凌晨一点到知名的酒店饮酒作乐，到3点左右啊，可能是有醉意的，那对店家的服务态度或者是其他的纠纷不满，而引发的砸店泄愤。因为我们刚好在带嫌犯回来在调查的时候啊，又接获店家的通报，说有第二波的砸店。那我们赶赴远警赶赴现场的时候，在发现歹徒已经离去，那店家发现了我们大概墙壁上的3面玻璃被砸坏。所以我们马上吊带，所以现在锁定最新的大概有几部的车辆我们锁定歹徒的身份跟车籍资料，我们通知所有的同仁回来继续侦办。那第一次砸店就是店家大概2片的大门的玻璃被砸，第二次那个墙壁外墙的3面的窗户玻璃被砸，那店家现在暂时不提告，那我们讲全部依据我们这个设置法来办理。